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呀，好久不见喽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首先呢，这次官方已经发布了《精华2》的一个皮肤信息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别都有谁吧。金皮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那就是心理学家的苍鹭之翼。大家看到这张图片，应该也猜到剩下的两个紫皮分别是黄衣之主还有击球手。从图片上看，黄衣之主的造型有点像一头鹿，大家看他头上的两个角就知道了。而击球手的一个造型更像一个牧人，这一点从他的衣服和装扮就可以看出来了。至于心理学家的金皮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像谁呢？这一点就留给大家去猜测。而另一个角色病患的金皮也发布出来了，就是这个陶醉之人。有没有发现这款皮肤非常之帅？病患的金皮陶醉之人呢，将以8月5号同步和精华一起上架，但这款金皮是可以直接在商场购买，所以你的快乐是够了吗？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一个精华皮肤介绍，趁现在大家还有时间，赶紧开始展示快乐是吧？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